玉里镇公所西首玉里镇青年会举办了欢乐圣诞彩街、暖心市集及摸彩活动。玉里镇代理镇长詹秀聪以及玉里镇青年会会长张燕豪一起前往参加，和乡亲们及来自各地的旅客一起同乐，欢庆圣诞节。玉里镇公所西首玉里镇青年会举办欢乐圣诞彩街、暖心市集及摸彩的活动。三九六四四一，欢迎我们的。恭喜我们的一言不合炸鸡店嘛玉里镇代理镇长詹秀聪以及玉里镇青年会会长张燕豪一起前往共享盛举，与民众以及来自各方的旅人和游客们一同欢乐庆祝圣诞佳节。还有我们在地很多的表演团体，那今年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就是有很多摊商都是我们在地的青年所举办、所自己创办的哦。那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青年会存在的意义。代理镇长詹秀聪说，每逢圣诞季，镇内的大街小巷都会充盈了感恩以及感动的氛围。感谢玉里青年会今年度也热心举办彩街祈福活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民众来参与。那我们经过去年0918的地震之后，大家生活上、心理上还有那个阴影，那借助也很感恩我们今年大家都很平安，那借助我们今天办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很愉快的圣诞节。活动也邀请了八大熊、直罗舞蹈团以及青年会等等，热闹了这一个冬季的夜晚，让参与者们满载着笑意与欢乐而归。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